好，还要来看到来自南韩的超人气啦啦队女神李多惠，上个月首度登台，引发了全台李多惠旋风。但是有眼尖网友发现，她一搭上回韩国的班机，就将台湾的现实动态通通删掉，也引发了争议。对此，她今天现身摄影棚，首度澄清说是因为 IG 怪怪的，没有忽略粉丝的意思，要大家不要误会。中文说得越来越流利，李多惠最来台，这次出现在摄影棚中，和阿 Ken 安心雅一起合体录综艺。女神当前，两位男士忍不住问，同时掉入水里，多惠会救谁？ OK， 두분다구하고싶어多惠掉进水里，你要救谁？我会把水吸干。女神魅力无可挡，但上次一离台就删掉台湾相关的现实动态，引发争议。多惠要为自己平反。인스타가공유가안돼가지고다지워진거라고오해는안하셨었으면좋겠다고。李多惠高人气，一举一动引人注目。而前几天乐天桃园连续拿下两胜，李多惠和 MVP 廖健富一起跳舞，两人印象似乎不错。MVP 분이이틀연속같은분이신거는저도치어리더를하면서처음봐가지고너무신기했고재밌었어요而周末6号7号将迎来重头戏，李多惠首度与乐天女孩人气团员林湘合体，两名女神有多会有多香，不止粉丝期待，就连多惠本人也是十分兴奋。한번도안뵈가지고너무기대되고그리고얼른원래인스타로만뵀어가지고얼른뵙고싶고이번주토요일이너무기대돼요林湘I miss you 记者曹传陈建国台报道。